8月13日晚23时，防弹少年团所属社 Big Hit Entertainment 果然不出大家所望，按照计划开始搞事情了。先后在官方 SNS 上放出了最新专辑预告 Love Yourself 节 Answer 概念照中的 S 和一般本预告照，但是此次预告的画风却颇为古怪，惹来不少争议，一时间炸出了阿姨们对新专辑理念表达的新一轮讨论。S 版本总体以浓重的大红色为背景，一种诡异的画风油然而生，成员七人的合照也很能够抢夺人们视线，身着鲜艳夺目的成员们姿势各不相同，但都朝着镜头方向望过来，一种严肃而庄重的氛围被营造出来。大家的身边是失去信号的显示屏，莫名的古怪之气让爱你们感到摸不着头脑。随后是成员们的个人镜头，我们挑出三种代表场景来讲。郑浩熙在狭小的红色盒子里手向上撑起，像是在逃避着什么，而在他的背后是无数只眼睛在朝着他的位置紧盯，真是无处躲藏。锦硕真蹲在一个红色箱子上，向着前方淡然的摆好自己的帅气 pose， 在他的身体两侧也是数不清的摄像头，难道意味着他被遭受监视却已经无动于衷？金泰亨的俯拍显得他更加的可怜无助，衣服并没有整齐的穿好的样子，而充斥着整个空间的是从各个方位伸向他的手，难道金泰亨的衣服就是被这些手给扯坏的吗？诡异之风还是在延续，而一版本画风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，压抑的暗色气息还是充满整个空间。七位成员们在狭窄的柜子里以各种奇怪的姿势完成了拍摄，大家严肃的神色仿佛也在表达某种意味。粉丝表示套路实在猜不透，真的是要猜套路猜到头秃了，单人照也依旧套路满满，置身玻璃球里的朴智明美的像是仙境中走出来的妖精，一身白色的纱质装束也是非常能够吸引到大家的视线，再加上头上支起的像角一般的头发，真的不是丛林深处的小鹿吗？金男性对着镜头跪着，脸上则是非常丧气的表情，手上的动作像是想要碰一碰面前的花，实在猜不出的爱你们觉得这些花仿佛也带着某种深刻寓意，简直是一个头两个大，你们齐被花挡住了大部分身体，坐在玻璃球里向上望着天空，这难道是渴望自由的意思？难道是有人把大家关在了这些透明的牢笼中？依然是猜不透。前救国是侧身跪在一棵柏树前面，双手抚摸着树木，脸上依然是肃穆的神色，或许是表达在狭小空间中逃不出去的绝望感。看了两种版本预告照的公开，大家有没有理清这次的套路究竟是想要表达什么？本期分享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本文为一点号作者原创，未经授权不得转载。